只喜欢你，不允许别人闯入你的。换上古装造型，拍摄空档忙着看剧本。48岁的吴奇隆四月升格当爸后，最近忙着赚奶粉钱，悄悄现身拍片现场，客串三驾惹军心，不过差点让人认不出来。瞧瞧吴奇隆穿着米色古装，不知道是衣服太厚还是比例问题，整个人肿了一圈，让网友笑说霹雳虎变胖虎。然后这次看到他的那个预告片，我自己非常喜欢，我觉得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今年8月现身台湾为第9分局站台，当时吴奇隆体态偏肉感，暑假被捕捉到跟朋友聚餐，明显幸福肥，胖照还被说神似成龙。相较之下，刚生产完的刘诗诗则是瞬间恢复好身材。10月正式复出的刘诗诗在机场被捕捉到难得的产后近照，收腰风衣，体态完美，尽管戴着墨镜却遮不住仙气。同样产后亮相的高圆圆上个月复工，步入平坦上围激增，让网友大赞美翻了。女明星升格当妈，身材不走样。消失荧光幕一年时间，赵丽颖大方秀出纤细手臂，招牌瓜子脸依旧，腰围和生产前也差不多。同样不科学的还有陈意涵，我那个怀的时候就胖了4公斤。怀孕期间维持运动习惯，女明星对身材很自律，才可以在产前产后几乎零差别，也羡煞许多女性。 TVBS 新闻张明如沈讲的。